在这里，过来，过来，我往前走。我在这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我都停，再停，继续来，继续来，继续来。好，姐姐停。舒舒服服几点去活动？日前由埔里镇立图书馆举办，活动内容精彩丰富，让亲子之间透过游戏逐一闯关，同心协力，留下深刻的父亲节活动，让父亲节活动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我觉得今天，然后是终于可以让儿女报仇的机会，因为以前都是他们毕业典礼我在画他们，可是现在刚好相反被他们画。然后中间的活动啊，然后可以让大人和小孩子玩在一起，然后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，我觉得这是蛮好的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父亲节活动，对，这是一个还蛮新鲜的体验呢。对，这个尽在不言中。好，好，停。嗯，很好喝。馆长表示，透过亲子之间一起共同完成闯关活动，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，也期盼所有的父亲有个快乐的父亲节。那今天呢，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亲子的一个活动来进行。那我们有相关的有画爸爸，然后让孩子呢带孩喂爸爸吃养乐多等等的这样的活动，以及做卡片送给爸爸。那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呢，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更让我们的活动以及相关的阅读的也能够参与带进来，然后由我们的故事妈妈来讲故事，为孩子们说有相关爸爸的故事啊。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呢，然后希望让我们的家长呢也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父亲节。借由不一样的方式来庆祝父亲节，让亲子之间有多元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情感。副议长潘一全也祝福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。民意新闻马延达埔里采访报道。